你好，我是叶剑锋。你可能常在电视荧幕上看见我，也可能我主持过你喜爱的电视节目，又或者我曾经访问过你喜爱的偶像名人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忙碌的工作生活中，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自己的健康，所以我时常会寻找不同的方式，好让自己时时都保持在最佳状态。除了均衡的饮食，每天早上我也会做一些运动，好像跑步，好让身体保持健康活跃。空闲时我喜欢阅读，保持头脑敏锐，因为对我而言全方位的保健十分重要。每天起床后我会一边检查电子邮件，一边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，然后呢，在上班之前为自己准备一份简单的早餐，就开启了一天的行程。工作忙碌，除了不断赶通告，在空档的时候呢，又要做一些事前准备工作，要维持均衡的营养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有些人真的感到压力，也很疲惫，那缺乏干劲，工作啊难免会受到影响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我随身携带一瓶 Anshugo 即开即饮，除了十分方便，口味我也十分喜欢。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，就要先确保肌肉组织健康。我不想肌肉随着岁月慢慢流失，我想继续享受生命中珍贵的每一刻时光。让 Anshugo 即开即饮成为你忙碌生活的一部分，并亲自体验体力如何获得改善。